昨天下午快五点了，我接孩子，正好天下雨，我开车正好在这红绿灯路口了，来来回回过了好几个人嘛，都没穿雨衣了。交警都那种执勤那个大伞嘛，叫他们骑电瓶车都躲在大伞下边。还有一个这老太太吧，她也没穿雨衣，这个交警嘛就直接拿个伞过去帮她打一下，我看了挺感动人的。